我们几万个市民在这里发出同一个声音呢，这个声音很响亮，也很正义的向这个全香港、全中国还是全世界发出这个最正义的声音。一段时间来，他们太猖狂了，他们根本是我们在香港的中国人视之如物。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里五万个人，说一句话，就是讲人大司法，就是向方宝剑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人大常委会有这个胆识把它拿出来。所以刚才我们在说，人大常委侯爷，人大常委侯爷就是好。 香港立法交给你。